哎，那个其如果其他飞行嘉宾，飞行嘉宾还有其他的会想要邀请吗？哎呀，你们想邀请的人？卓哥吧。对，尹正呢？不过全是披荆斩棘的。不是，那个我们昨天在下半天在聊，还是就觉得卓哥或者是尹正两个是挺。我想邀请严正跟焦完卓。严正，那很好啊。严正就喜欢在厨房，我们在拍《披荆斩棘》，他一直是老是爱煮面给我们吃。但卓哥的话，来这个如果在我们那个餐厅里面，卓哥又不想吃什么样？卓哥，你那个瘦花都懂了，应该。做菜应该他挺好奇看到他在这个场面出现。